一段单练套路。首先，让我们完整的欣赏一遍一段单练套路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现在进行一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分解教学。抱拳礼，并步盘肘，马步顶肘，阵脚蓄势，上步撑锤，滑步降龙，顺步撑锤，闯步顶肘，弓步反砸。请看一段单练套路第一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起势，屈膝下蹲要缓慢，松肩垂肘，松胯立腰，左肘前顶与右臂后摆协调一致。上步撑锤，动作充分体现沉坠、十字、缠丝三大劲，发力时要吐气开声。闯步顶肘，两肘要下沉，回拉与顶肘同时反向用力，突然猛烈。弓步反砸，动作要先柔后刚，反砸沉实有力，回拉与砸拳要形成对争拉力。现在请看一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完整示范。现在进行一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分解教学。马步捷豹，滑步挂肘，勾搂拦肘，退步拖肘，弓步架打，撤步撑掌，马步顶肘，并步按掌，并步直立，抱拳礼。请看一段单练套路第二小节动作要点提示。滑步挂肘，撤步要快，右臂放松，力达右小臂。弓步架打，双手要同时而动，一防一攻，劲掌力合。顺势劈以进步，勾搂拦肘，以上步冲右拳，假上右步勾搂拦肘，顶肘拆招，
退步拖肘，以右脚上部屈肘，向甲胸部顶击，甲右脚退步，左手向上托乙肘部，上部圈抱，以右脚上部屈肘，向甲胸部顶击，甲左脚上部，左手推肘，右手由右向左搂击乙面部，双峰贯耳，以右脚上部屈肘，向甲胸部顶击，甲右脚退步，双掌由外向里合击乙太阳穴或双耳。反砸拆招，迎面架打，以右脚上步，右拳反臂砸向甲头部，甲左脚上步，右掌击打乙胸肋部，左手上架乙臂，捷抱反抽，以右脚上步，右拳反臂砸向甲头部，甲右脚上步，双手削乙右臂，右手以手背反抽击打乙面部，侧身拽打，以右脚上步，右拳反臂砸向甲头部，甲左脚上步，左手抓捋以右手腕，右拳以拳背横击以胸部。